行了，下去拿桶水去吧。哎，对，我怎么上去啊？对，我刚下来，我的瀑布没了，我怎么上去？哎，这鸡下蛋了，我怎么上去啊？哇，上面的平台真的变这么大了！我又被你们坑了，我觉得。又得垫根柱子上去吗？又得垫根柱子上去吗？在这之前，我先下去挖矿去，换个地方挖矿这次，到那边去看看。哎，说起来，上次我家挖那个地方，我还有地方没去过呢，这地下，还有几个地方我没敢去的，因为当时快死了。这次我去看一下吧。煮鸡蛋，烤鸡蛋可以吗？虽然不知道有这种可以吗？嗯，果然不可以，我就知道。带瓶药，以防万一，真死了。神殿有钻石？那我去神殿。决定了，去神殿。如果真有钻石的话。不对，我上次去过，不是那什么，我记着没东西了，好像都被炸没了。都上次不是说我踩了天梯以后把周围这片全都炸没了吗？等我下次回来的时候，说不定是上面那个就能长下来了，运气好的话。路上顺便杀点猪和羊，有羊毛可以造床，猪肉可以烤熟了吃。还有鸡，我居然拿钻石剑在那杀猪。下次用铁剑吧，我还是尽量用铁剑。对，这个神殿我还挖开一条路了下去。我上次是靠自己挖的这条路慢慢下去的，我还能回来吗？这是个问题。我靠，这么黑，我自己铺路铺回去的。我想起来了，但是这里居然没刷怪。这不没东西了吗？我就说没东西了吧，再往下挖一下试试。挖了这么久还没挖到点儿，鸡眼，这等，难道那这个鸡岩就是这地底最深处不成？
我去，这么容易挖到地底最深处了，是？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没想到没从底下挖出来一个更深的，那我就横着吧，早晚能找到我想要的东西的。哦，还好没来过。哎，有岩浆，我听岩浆的声音了，这次我挖对了。哦，还有红石，这么多，这都是钻石，多好的。那就不要说太奢侈的话，有些人想挖都挖不到。哦，刀来，我去，刀了，我到地方了，我找到地方了，煤矿。太好了！虽然说我，哇！这边好多那个什么，我看啊，不是我放水桶干嘛？放水桶它能变成黑曜石吗？但是我没有钻石镐。哇，这边盛产煤矿。发达了。昨天我也说过这种话，但是我真的发达了，只要我不死着。诶，不会掉下面去了吧？烧掉了，混蛋，该死的岩浆。休想再烧我的东西。耶耶，我才不看教程呢。教程什么的，刚开始玩的时候它都显示过了，记住的就记住，没记住的也没关系，自己研究研究就明白了大概。哎，又掉去了，靠。这边岩浆都填光了，好，还剩一点，行了，该挖的都煤都挖了，哎，哈哈哈，这么多煤。岩浆桶配上
啊，我打桶岩浆来吧。都说了有黑曜石没用，我没这个钻石镐，没带钻石镐。先看周围有什么矿物质，铁有没有？我这次得观察仔细，不能老让你们告诉我。等我一般看的时候都晚了。哦，铁，先放火把。哦，红石。哦，岩浆。哦。哈哈，没了吧？哦，没，头顶没东西，看仔细了，果然有岩浆的地方一般都有好东西吗？红石可真够多的，但目前还没看到黄金和钻石。昨天人品哪儿去了？啊，虽然今天也算不错的。行了，都拿上了。我看看，我现在铁的快用完了，石头也快用完了。先不拿这些红石之类的吧，这又有煤，我去，又有红石，又有铁，铁是最重要的，我先把铁拿了，又是这么多岩浆。这边不错，没刷怪。先把铁拿了，然后回去。回哪儿去？我带木头了吗？看，我带木头的话才能有。哦，行，那个精致台，只要带木头了就行。还可以再做。行了，接下来不担心没工具了，哈哈哈。刚开始往岩浆里倒水怎么着来着？刚才说怎么这么半天都破坏不了？我觉得我住这儿都可以，不需要回去了。先把这铁挖了，不是铁，是石头挖的还是铁啊？石头挖，石头挖就可以。挖煤，什么声音呢？不靠，居然有岩浆躺进来了，危险！哎，那边好像是另一个世界通往，不是另一个世界，另一片那个区域。哦，这哪儿？我靠，这个地方居然没烧到我。倒点水试试。倒在这里我还能回收吗？不知道。啊，我靠，我勒个去啊。哎，等等。这片都变成什么了？啊，这片全都是黑曜石？不可能啊。但是我没钻石。
等会儿不。他喵的，这么多全都是？不会吧！我靠，这……怎么办？我不带钻石了吗？没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好想要啊！怎么办？我先试能不能挖洞，确认一下这是不是黑曜石。绝对是！我靠，这么半天挖不动了，绝对是。不是，我想回去拿，但我怕我回来是忘了路啊。我完全不认路，都瞎摸索着过来，不知道怎么过来的。我去，没想到这一片全都变成那……还有什么没拿的？开洞上去吧，果然，这是一个好主意。啊，不是，这个得拿铁的吧？我靠，再挖的话。我去！撒我！哎呀，别呀！大哥！别死！求你千万别死！大哥！我去，吓死我了！啊，差点！啊！太危险了，我觉得真差点吓尿了我。啊，我的铁。哦，铁。再读一下岩浆的，嗯，这次安全了吧？拿铁的最重要。对，我带水盒用，不就是用来泼岩浆的吗？当然一开始并不是真的为了泼岩浆才带来的，免得这里刷怪，插个火把吧。又是一片黑曜石，行了，该回去了。我这里吧，哦，还这么多呢。行了，走吧，我一路挖着上去得了。一路挖上去，真的能行吗？先拿出我的泥巴来。确实没遇到怪，今天人品比昨天还好呢，感觉啊，不对，昨天好歹挖到钻石和那个什么了，今天没挖到。
所以说这不叫人品好。我原路就是胡乱挖挖过来，你让我原路返回，就算你那么说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个原路返回吧。我靠！我靠！什么声音？我靠！太吓人了，这个声音。我横着挖吧，我横着挖吧，别头顶真有岩浆。哎，靠！不小心把火把挖掉了。火把，插上。哦，上面挖通了，有光好像。是我的错觉。一会儿我顺着火把回来就可以了。一会儿顺着火把找回来。之前见过这货，这货是干嘛的来着？我靠！啊，遭中毒了！这那个靠，这！啊，没了！靠！啊，亚飞！这个，快死了！完了，我死了。诶？哦，我去！哦，我哈哈哈，居然活过来了！哦，中毒死不掉，原来。你们要吓死我！中毒不会死，我早知道不浪费那瓶药水了吧？现在怎么办？我靠！又来一个，妈，反正死不了。嗯，先把这堵一下。以后好黑啊！啊，恢复了，吃点生鸡肉、生猪肉吧。虽然就回一格血足够了，就回一格饥饿程度足够啊！赶紧回血，赶紧回血！不，我一定要弄死这混蛋！上次我拿铁剑把他弄死的，我记着。再说我身上护甲也防不了那个什么。我好像也听到拿弓箭的声音。
刚想起来，我没法顺着火把回来了，因为我他喵的直接把自己脚底下路给崩死了。哎，给我过来，把他引过来杀进去。哎，干死了 ！Yes。蜘蛛和蝙蝠。区区蜘蛛。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，我已经有钻石装备了。但是我这儿在哪儿？这个地方我是不是以前来过？怎么觉得眼熟呢？有煤。我靠！哎，亚贝，哎，亚贝，我不想被炸死。亚贝，下面是岩浆。跳到对面了，还没跳过来。啊，僵尸！大哥，你怎么还过来？我去，吓死我了！不行，我出了一身汗。哦，这里有铁。不行了，我这一路上一路乱走啊！我已经完全不知道什么该怎么办了，就是怕被他炸到。哎，刚才那块铁哪去了？还有这僵尸的叫声让我非常的不安。在哪儿叫的？还有铁，我刚才看着铁，在我身后这样。挖煤也行。这里真是煤矿丰富。下面吗？这是，好，真在下面，赶紧弄死，免得这个叫声。啊！我小僵尸，我去！我靠，吓死我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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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幸好我有钻石剑。啊！还有，还啊！摔！啊！这次我机智地泼了自己一身水，逃过了一劫。这是什么？哎，这他喵难道是僵尸？告诉我这不是僵尸。为什么这个僵尸？打不到，僵尸卡在下一层了。估计把这挖开，我能看见他。好，真看见他了。他的胳膊长得像女巫呢。啊，普通僵尸而已，普通的渣渣僵尸而已。
好容易就干死了，哎，没死，管他死没死，我现在不是和他们闹着，哎，我可以顺着这条水流回去，啊，掉下来了，我去，还有个小白，这儿我刚才来过了吧，不然是不会有这些，这是我刚才来过这个地方，顺着水流上去，他们应该。把我怎么样了？哦，这里有铁，好多铁。哦，这里铁真多，还有煤。黑曜石，我觉着我是拿不到了。回来，你们刚才有谁记住路了吗？我觉得正常人类应该都记不住刚才回来这条路吧。我去，这里好大，到什么？小白。来吧，小白！我靠，这都激动！死吧！忘算时间，忘算时间，忘算时间！我这么容易干死了，我去，我都没掉血，我满血干死小白了，太强了我！那我就直接往上挖得了，我居然不知道怎么出去，我也只能往上挖了，只要上面没岩浆就行。哎哎，我靠，不是，我怎么耶，我靠，差点被这，我刚才这是差点被压死吗还是怎么着，我去，我还以为怎么了呢，啊，都不敢挖了，我去，我埋真可怕，哎，先回下血，免得一会儿再被活埋了。就剩一个铁铲了，是铁铲吗？嗯，就剩一个铁铲了，其他没有什么更效率能挖沙子的东西了，再被埋我可就死定了。哎，我脚底下为什么越来越高？哎，哎，哦，刚才那是我脚，这才是我脚底下，我去，刚才被埋的我都搞反方向了，上来了，我居然出来了，喂，趁哪儿？神殿门口，我去，沙漠神殿门口，居然在一个这么近的地方，我转了半天没离这儿多远吗？这不是？转了半天还他喵是在我家门口，我去！赶紧回去把东西放下，然后我在这儿做个路标吧。怎么做呢？行了，这就是我的新路标了。一会儿我到这儿来，去挖黑曜石去。我就不信这个我看不见。
赶紧回去啊，要出僵尸啦。还得看看我那个长下来了没，还没长下来，离长下来还远着呢。羊毛，哎，我靠，我中箭了。哎，我去，大爷，我靠，没想到在我自己家门口遭到袭击，他不是从我家里出来的吗？回家，赶紧回家。这边有怪了吗？还没刷怪，那我把这个口再堵得小一点，说不定就刷了。哎，以后这么观赏有没有刷怪？哦，还真的是指南，这指哪儿？这是他指的哪儿？哎，有怪了！我靠，这刷来一个什么怪？不会是纯黑吧？为什么这个纯黑会造沙子过去啊？为什么？啊？干嘛去？我靠，他居然会挖！这货居然会挖通道！我靠，这怎么回事？我看了他会怎么样？反正我不看他的话，他也在那拆砖头。不是，刚才他去一个我不在的方向去拆砖头去了。他早晚也能把这儿拆开吧？上次我已经被他干死过一次，不想再被他干死一次了。这声音差点吓死我！我靠，这什么声音？刚才这是？我去，吓死我了！吓得我抓紧跑了。哎。